你之前做一个唱片都成块面灰色啦，咁今次你得唔得到啊？黄婉之为你买重保险，即系唔系？所以咧，我想自身难保。我想今日系一个约定嚟嘅，即系今日几号啊？今日系8月3号。我好想咧，如果做即系有幸做完个 show 之后咧，我想上多次嚟。證明我仲生還，唔使做得長個節目，可能係半個節目，或者我可以幫手報個天氣報告就走咁就得。I survive， 我仲喺度啊！耶，咁樣大家仲聽到我把聲。電話一定要真人，係啦，你有冇 lift 到面啊？各樣嘢啦。咁不過我想問啦，嗱，當時有依個邀約，如果黃婉之、Alex Fung佢話我唔參與。你會唔會都話咁好咯？我都要繼續同管弦樂團合作咧。即係如果冇咗佢對你嘅支持的話，今次唔識答，因為我冇諗過呢一個。This is not an option。冇，你一定要參加。冇啊！呢個位真係冇得搞。